很多人养鱼不想用加热棒，也不想用水草灯，甚至连过滤都不想用，觉得加热棒不安全，水草灯没什么用，过滤就更费事，似乎只剩下小金鱼了，可那是小孩子养的。如果你就是这样的，那么我就推荐你这一种鱼，某宝可以搜到官贝清江鱼，这个品种是冷水鱼，它不需要加热，也不需要过滤，也不需要灯，不需要打氧。对于养鱼新手来讲，这是一种非常好入手的品种。同时它不像草金那么没有观赏性，被清江顾名思义，通过观赏它背部的色彩来感受这种鱼的美。不同的清江它背部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，有些品种背部星星点点的，像星光一样。养这种鱼只有一点需要注意，它是需要阳光的，在阳光的照射下它的发色更漂亮，对于它们的健康很有帮助。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不算太便宜，成色好一些的可能就更贵了。对于养鱼小白来说，试错的成本可能略高一些，但是看在它高颜值的份上，大家其实可以尝试一下。对养清江鱼有经验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经验。